慎重一点也对，因为今天是我们《我是歌手》连录了4季以来啊，压力最大的一次，因为今天要淘汰掉两位，关喆和哈雅一定要淘汰一位。哎呦，好紧张，突然一下。 所以，我们今天就要抽第一名到第七位的这个排位了。我们这样吧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女生，所以我们应该按照那个房间的排名先后，一号房间先抽哈。哎，我是女生。我给个建议吧，我觉得从上一场的座次从最后到前。我给个建议吧，我们从身高最高的开始抽。要不然我们从。 最矮的开始抽吧。我觉得这样大家就发挥礼让精神，一哄而上算了。可以走了。是了。没有什么呀。他好神秘啊。像跟这个有关系。他说要把外面的撕掉，然后把这个牛奶倒进去。 啊之类的，希望是气泡，这个还蛮有趣的，气泡，气泡，气泡，我让你等，嘣，等一下急，伊利经典纯牛奶，哇，哇，五倍，倒出来是四倍。 敬天敬地给我们的祖先，啊，经典牛奶，旭哥，怎么了？哒啦哒啦啦，中了头彩。